我叫李弘毅，曾经是水果店小开，因为年轻时不学好，跑去刺青，以为左青龙，右白虎很帅。后来没钱，只好把后面的朱雀变麻雀，前面的玄武变米老鼠。不管怎么说，后来我认真念书，考上了凤山高中。啊，真糟糕！第一天上学就迟到，不知道有什么方法不会被记。同学这么刚好，等一下来教官室。不是多吉迟到吗？怎么没人啊？啊，原来已经九点了。明天要叫陈管家早点叫我起来。他们两个就是我高中三年的死党，而为什么我们那么好，就要从第一天进教室说起。哎，原来你喜欢 Twice 啊？对啊。来，去你高。三天两暝上拄好。哎、欸！真、欸、的是 Twice 台湾 Ice。随便啦、啊。认识他们之后，我敢说，校门，哼，我一次也没有走过。想抓我，门都没有，窗户也没有。怎么又是李弘毅那一群？报告。哎，同学，你知道李弘毅几班？白 king。李弘毅几班？白 king。哦，算了，你一定第五个回我白 king 的，我自己找好了。又是你们三个，爬墙啊？第几次了？看这边在干嘛？衣服也不扣啊。那天起。我脑海里常常出现她美丽的身影，而510253也成为了我初恋的代号。什么态度？到底有没有在听？调皮的我，后来顺利升上了高二。每个班都有这种无时无刻读书的人，当然也有像这样奇装异服，每节下课都在自拍，也见怪不怪。另外，整天打传说玩手机的同学。更是大家课堂里的共同回忆。对了，还有这两个家伙，他们还是跟我同班，看来这孽缘要继续下去了。而我依然在计划着下一笔订单，这一次一定要干一波大的。啊，差点忘了说，老天一定是看到我对510253的爱，才让我跟他待在同班。咦，要不要来调包一下铅笔盒？偶像剧不都这样演吗？哎，容易让我玩啊！好好好好。呜！哎，我来了！呜！哇！哎，你欢迎，就是不错。哈哈。这个铅笔是他的。啊，我就觉得长得很像啊。到底是哪里像啊？哎，李弘毅，你是喜欢维尼253的、啊？我不用讲，根据我单身18年的经验，哥来教你如何把妹。第一步要有幽默。来，同学，我们打开选修生物哦，32第88页，还在讲话，不要讲话哦。第一点，运输动力来源，还在讲话，谁在那边转来转去啊？地球。谁说的？哥白尼。笑不笑？全部去上课。第一点，跟压定义水阵痛，为什么还有听到声音啊？老师，你耳朵。第二步，还有钱呢、啊？不，那是门槛，你要像空气一样，要习惯你的存在，并且。
你要试着表达你对他的爱。有点喜欢你啊？没事没事。第三步，我记得他拳头了的，可以约他啊。要不要打球？要。阿果都失败耶。啊，其实约丢书也是有常见的做法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去主管那说。可以啊，如果你发出声音，我就说。那是常见的。确定要比吗？我可是不欺负女生的。我也不欺负男生的啊。那如果我赢的话，你就当我的小叔好吗？直接开始，不用废话。哎，啊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上美术课走。这个，来，我们先来看李峰的作品啊。这张红衣，这怎样那么厉害吗？这草厉害吗？这砖块很厉害吗？僵尸很厉害吗？这个重点在哪里呀、啊？这主题在哪里？告诉我主题在哪里？来，这国立凤山高中很厉害吗？对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表情太猥亵。三，毫无意义。三，毫无意义。三，毫无意义。三，三，这个容易引起遐想。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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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题不明确。来三，果然呢，三光了呢。啊，你我有伤害到你吗？没有，加油哈！下礼拜二十张交过来。好，哇。我到现在被删掉一张照片都还没交哎、啊，现在很多人被约会都不好好拍，来主题不明确三，同学下一班二十张照片记得交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事啊。喂，干嘛呢？我只卖一天。没事，没事，是你的吗？没事，我只卖，别客气。Thank you.
如果我们注定是要分离，那么就让这分离为我们埋下重逢的伏笔。Cause the road